我是中国拉网利用者，在我参加这个中国达人秀的时候，挑战是人类的极限，在2分钟之内挑战美国拉网，他吃下了8个，我在2分钟之内吃下了10个印度魔鬼雕，小菜一碟，太小意思了，没有人给我挑战，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。人皆寻梦，梦里不分西东。